原来只是发梦，如果现实中都可以买到咁靓嘅圣诞套装就好啦。咦，呢个咪系头先梦境入面嘅礼盒套装？等我而家即刻落单买先。Dior 全新推出嘅经典礼品套装就好似迷你倒数月历咁样，包装咧系以 Dior 巴黎总店蒙田大道30号为灵感，非常之精致梦幻。礼盒入面咧有四款品牌嘅经典产品，包括呢支玫瑰花蜜活氧再生精华油，质感咧水润易吸收，可以为肌肤倾注22种微量营养素，同时做到修复紧致肌肤，啱晒节日急救啊！而呢支经典红唇更加是 party look 必备，上嘴效果超级显白啊，即刻成为全场焦点。最后咧，当然唔少得两款人气香氛，可以根据唔同场合心情配搭，细细支仲可以放入手袋随时补茶添。呢支 Miss Dior Blooming Bouquet 糅合咗牡丹花、大马士革玫瑰、佛手柑同埋白麝香，清新嘅花香咧，可以令你感觉到幸福嘅恋爱气息。约会嗰阵用一定可以留低深刻印象啦，而绝多就散发住成熟感性嘅香调，更加可以完美咁样点缀你嘅节日造型，令你即刻眼前一亮。另外，我仲买咗呢盒珍藏版嘅五色眼影，上面印有精致嘅 Dior 巴黎总店爱墙图腾嘅额纹，大地色调嘅眼影咧非常之百搭啊！一见到就忍唔住要加入购物车啦。而家咧喺 Dior 网店买任何产品就可以获得呢个产品体验装，而且买满1200更加会额外送一 set 美颜体验套装连化妆袋添啊！无论系自用或者送礼都够晒丰富。记得咧买满700再输入埋独家专用码 CXmas 就可以得到埋呢条限量精美手带，绝对唔可以错过啊！今年最值得入手嘅圣诞礼物我就揀咗 Dior 啦，你仲唔快啲入手？